大家好，我是 Campbell 潘凯泽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呢，我看到了一些音乐人的履历表，不管这些履历表你是用 PDF、Word 还是 PowerPoint 呈现，我只能说 Come on， 这不是一个音乐人应该有的履历。音乐人应该有的履历必须表达的是他们的创作，在舞台上的演出，以及发挥自我的态度。在寻找音乐人这个平台的发想期，我找到了我的 partner Jackie， 一起经过无数次的讨论，如何让音乐人能完整地呈现出他们专属的履历表的过程中，我们一致的认同，音乐人的履历除了应该要有个人的经历外，更需要有影音的结合。影音的结合能让音乐人完美地呈现出自我的风格。第一个，我们首先要让音乐人有一个最完整的方式呈现，他不像人力银行，而是有他的过去，以及他的作品，以及他的未来的态度在哪里，然后让这样的一个东西呈现在寻找人的面前。因此呢，我们让这样的网站也非常的华丽的呈现，让音乐人来到这边就知道这边什么是最好的，什么是最屌的，属于音乐人的态度在哪里，在这边绝对看得到。他们来这边都可以找到有非常多的 case， 有自己的舞台可以发挥，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，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曝光度。所以来到我们寻找音乐人呢，绝对是你最棒的选择。每个音乐人都需要找出属于自己的舞台，在我们寻找音乐人的平台里，不仅可以搜寻到每位优秀音乐人的经历简介外，还可以用您的眼睛、耳朵慢慢欣赏他们用心的表演，寻找音乐人。音乐人，我们就是你成功的希望。